监视器画面中，右侧一辆货车缓慢倒退往马路中间滑行，因为驾驶居然忘了拉手刹车，一路上车辆、机车紧急穿梭闪过去，差一点就撞上外送员。货车就这样倒退路滑过双黄线，往后撞上大货车，车身摇晃好大一下，让驾驶赶快下车查看。 你有酒测纸呢？刚刚喝酒啊！你有啉酒瓶的没？原警到场发现，驾驶身上有酒味，他说自己忘了拉手刹车，但其实根本酒驾。10点多喝酒的，阿爸都15:00就去我的公婆。酒测数值超标，当场被抓包。同样酒驾，这名大哥就爽快多了。他跟朋友深夜聚餐喝酒，载人没戴安全帽就被拦下来。他坦承有喝酒，还要直接酒测。好，谢谢，我喜欢这种。 阿萨利的，喝了4瓶啤酒，还自告奋勇要骑车载朋友回家，这下碰上警察，大哥坦然受罚。但老话一句，喝酒别开车，别骑车，像这样的德泰路撞车，除了被罚酒驾，还要赔一大笔，真的是跟钱过不去。记者宋佩成高雄报道。 我是肖慧文，您的生活日常从每天收看中视新闻开始，中视新闻陪您度过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。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